俄罗斯同乌克兰上战引起各界对俄国压下的兵役制度的讨论。国防部长邱国正今日讲，台湾现时可以募兵同征兵两个制度向下进行，对兵役的日期爱绑从某个议题。邱国正认为，任何议题国防部都做得来讨论，现时重点是坚决批准。对呀，你为咩同意英国去考虑绑从兵役的日期？因为有必要增加军事训练，大方案内来提升我国的批准能力。俄乌战争开战，立下国内的兵役制度在国际上讨论，立法院法制局先前的建议是讲，志愿兵五年以下会恢复征兵。五国国防部长邱国正叫政讲，莫废除征兵制。征兵我们并没有废除哦，募征并用，现在是点放在这募兵，但征兵要四个月一起，这个也就是征兵。任何议题，国防部都可以讨论，这是个议题。但国防部目前的重点就是一个战力啊，建军跟备战在这一方面来琢磨。那为统一帮冲征兵的时间么？有位军官所有意见都为那里讨论。面对退回的趋势很系动紧张，对了超炸立委未到统一度了个时间点，就得来讨论为恢复兵役帮冲。国防部可以思考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增加服役的役期，第二个是增加后备教招训练的能量。我觉得这两种方法，不论用哪一种，一定程度的都能够增加我方的后备战力。那这个当然就是由国防部以及来做最后专业的一个评估。两岸这么紧绷，有可能造成战争的情况底下，假设我们有共识，我们就支持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要丢出来，大家好好讨论。大方向假设全民有共识，我们会支持。有个职在国强调，国防部立下的重点是战略解决韩国批战。不过俄乌开战正向两岸关系紧张，不能满足战备情况，更要升级改下。有个职员讲，战备认真的情况，就得分组紧缩战备，紧急作战。韩国全面作战为困情形来实现。不过，我军队立下的情形提升战备的成绩。下个新闻，你把军前面日台被剥脱。